旁边人说，我愿永远跟随我的主。你们，我们永远跟随主，因为神的何等恩典，他的恩典厚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每一天都不离开。Amen。好吧，让我们举起双手，就在这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用敬拜来到他的面前，用真诚的心，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橄榄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爱的温柔前，再次从头来唱，一真诚，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橄榄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你充满赞美，真诚的心，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橄榄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恩爱的温柔谦卑，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你充满赞美，何等恩典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更新，用我们的感谢来开始今年，数到三，一起大声的开口来感谢神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主啊，今年我们感恩来开始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没有改变，没有远离，主啊，何等美好的恩典，主啊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，何等美好的恩典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上面，何等美好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主啊，因为你使我们继续的向前进，主啊，你使我们成为更美好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主啊，是你的恩典帮助了我们，是你的恩典提升了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你抹去
我所有枷锁你夺去，我所有重担你夺去，我所有伤悲你离弭，黑的所有重担你夺去，你夺去，我所有枷锁赞美的神，一个最大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，你是我们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永远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你配得荣耀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你配得荣耀赞美。配得我们每一个人向你献上我们的生命，何等的恩典你拯救我们，何等的恩典让我们一生跟随在你荣耀的道路。谢谢你耶稣。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，在哪里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，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，每个狂风暴雨当中有神的同在，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，在哪里，主，这是我们盼望的诗歌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，在你爱的光中我的照能力，我爱你主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力
权利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我不放弃。从头来唱，每个狂风暴雨里，你同在在哪里？每个难处里，你恩典在哪里？每个伤心失望里，爱我爱到底，你爱我爱到底，在你爱的光中，我得着能力。主，我们回应你美好的爱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。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我爱你，追随你的荣耀，就在今年，我要更靠近你的荣耀。主，到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更靠近，更追随你的荣耀。主，永远不离弃你。主，我们要更看见你荣耀的光中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。主，能够看到你更多的荣耀，在我们的世界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我们向你献上，主，我们的生命。来跟随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是你哦，拉巴巴巴巴巴巴拉斯利亚，主啊，使用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用来荣耀你，使世人看见，主啊，在你的里面凡事都有可能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是你哦，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拉斯利亚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生命，四面受敌。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知失望；实战至今，你苦主要成就，其中无比荣耀。Yeah, boy.
在这爱的路上，我们奔跑不放弃。阿门。刚刚诗歌说：“主，我爱你，让我尽心尽意的来爱你。”阿门。阿门。2017年的第一个早晨，2017年的第一个敬拜，待会我要邀请我们，把我们对神的爱竭尽所能的向他来陈明，用最大的荣耀欢迎神在我们的当中。数到三，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开口。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是充满你恩典的早晨。耶稣，我们为着你的同在，为着你的作为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不是我们配得，乃是你诸般的荣耀、诸般的恩典、诸般的怜悯。今天你的百姓要把一切的荣耀单单的归给你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我们要在这第一个早晨，我们要再次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。2017年的你我要比2006年不一样。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卓越得胜的生命，所以你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领受卓越得胜的祝福。我一直记得我们创会牧师提醒我们要有四个投资：第一个要投资自己，第二个要投资家庭，第三个要投资朋友，第四个要投资在信仰的上面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次的来祷告，告诉主，我要投资我自己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都要成为使徒，我们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与帮助。我们要投资我们的家庭，无论过去我们的家庭如何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祝福我们的家庭，夫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，甚至将来有人要进入婚姻的，也求神祝福我们未来婚姻的家庭。我们要投资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基督徒是带满恩典的，是最喜欢跟人接触的，求神祝福我们走到哪里都是人最喜欢的使徒。最后投资信仰，我们不单在这里，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、读经祷告，更多的传福音，更多的见证神的荣美。数到三，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。你要向神求，让2017年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2017年是成为精品的生命。数到三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一二三，主啊，我们就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，愿神你自己生，愿神你自己帮助在我们的当中，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，主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你自己荣耀充满，更多的我们就是从你的存在中。全心全意全力，荣耀高举你的名，我跟随不怀疑，我爱你，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，在这爱的路程里，我奔跑不放弃。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，这一年充满恩典，这一年充满祝福，这一年充满盼望，这一年充满神荣耀的同在。坐下来跟旁边的说，新年蒙恩，新年蒙恩。弟兄姐妹请坐。真的非常高兴在这一个特别的早晨，我相信有些的朋友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，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或是家人，待会数到三的时候，劳烦您从你的位置上起立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，欢迎你。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，请您预备一下，数到三的时候，请您从位置上起立，一二三。哇，有好多新来的朋友，看到您，看到您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早晨，愿你喜欢在我们的当中。
跟你享受。好吧，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，欢迎您，请坐。